日本歌手 MayJ 造访台湾，先透过镜头和歌迷打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 MayJ， 我爱台湾。MayJ 在日本综艺节目多次和台湾素人歌手小胖、林育群 K 歌对决，在台湾打开知名度，也赢得音准歌姬的美名。不过 MayJ 谦虚地说，小胖、林育群的歌声才叫他震撼。初めて歌声を聞いた時にものすごい鳥肌が立って、あんな歌声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。もう間近で聞いてすごく響くんです。もう体中になんかこう太鼓のように響くんですね。MayJ周末要在台北登台演唱，这个由日本知名经纪公司主办的活动，打出美少女品牌，安排了整整两天的节目，集结日本和台湾两地音乐、法妆、时尚各界的指标人物参加展览和表演。受邀的日本艺人最近纷纷地台，其中出道四年的偶像团体东京女子流在台湾人气渐旺，第二度来台。前回台湾に来た時に夜市に行かせてもらったので、ちょっと珍しいものとか前回見させてもらって、なんか今回はお買い物とかしてみたいなって思います。五个年龄平均者十七岁的美少女都表示很喜欢台湾，不过他们看到苦茶、猪血糕、鸭舌头等道地报道小吃，第一时间还是不敢轻易开口品尝。最后团员靠猜拳挑选试吃的小吃，才完成这样夜市美食挑战，进一步认识台湾。中央社记者洪黄君、王一文台北报道。